不会那么漂亮。上铁力士山真的是要出阳光了，出阳光在那边看它整个阿尔卑斯山峰，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。下雪是做到那个缆车。现在圣诞节到了，连这个会议中心都装饰的那么。烟火收场，好大的烟火！啊，过去看看。早上的8:15:20。台湾是几点？不用啊，待会就变热，不用暖暖包。我们到乐视再弄啊，乐视那边比较冷。那先拆一个。啊，你会冷就先用。这是哪里啊？手已经开始结冻了，好冰哦！那个粉红色是什么？啊？那个粉红色是什么？那是粉。钟楼啦，从这边拍下来会比较好看。来这边拍啦！啊？所以跟台湾的麻雀不太像，还是很像，但不太一样。一样。肥多啊！鸽子跟麻雀在火车里面、火车站里面到处乱跑。那昨天连那乌鸦都不怕了。
越快，越快。新酒，就是他们每年就是勃酒兰，对，勃酒兰，勃艮第的勃酒兰很有名啊。勃酒兰这几年台湾也是好像三四年了，哦，一直流行，从日本流行过来。今年刚好勃酒兰产的那一天，推出那天刚好我在迪酒，所以连续喝了两天的勃酒兰。今年勃酒兰口感不错。笑起，你看我的笑起不错。这边怎么可能会有中华电信？一定是法国电信啊！到底是要什么东西耶？Hello。